抗生性乳癌咁多治疗方法，到底边样先啱我呢？针对荷尔蒙阳性、HER2 阴性嘅抗生性乳癌，标靶治疗配合荷尔蒙治疗系目前国际指引嘅第一线选择。研究显示，以上治疗方案可以明显增加患者嘅无恶化存活期，延长病人寿命。當然減少治療的副作用，去保持生活質素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這方面，快點跟你們的主診醫生談談吧。